飓风。清新花鸟图腾，跃上围巾，针织上衣，优雅格调混搭，新旧风格。绿、焦糖棕、米白等色调拼凑出温暖的冬季调色盘，透过设计师重新拼贴再造，开启秋冬暖心序章。86套作品哦，那它的主题叫做遇见美好。我其实有用了3套，是从我们10年前的秀服，我把它改造。这个时尚哦，永远不会被淘汰。环保再利用，经典永不败，永续循环，结合自然元素打造系列时装。安妮等艺人名人受邀出席，增添星光风采。而永续时装也让台湾时尚推升国际舞台，让全世界看到啊，台湾在永续的努力。希望我们台湾的设计师啊的结合，能够产生智慧纺织这些衣物，能够美丽而且神秘，可以在很多正式的啊 party 场合能够传出去啊，给全世界惊艳。台北时装周是亚洲第一个以永续为主题的时装周，结合再生市集、环保袋、二手布料皮革拼接包包，同样吸睛，要大家一起支持循环时尚。三立新闻林翔的廖靖怡台北报道。